我们项目组它主要的任务还是就是说，一个是我们棉花高产示范的栽培示范推广，还有就是农业机械化的示范推广，也是助力这个贝宁实现农业机械化，是个农业的援助项目。我们的项目在这个驻地有10年了，所以我们也想给当地就是做一些设备公益，所以我们就也考虑到他们这里喜欢踢足球，又没有一个像样的足球场。所以我们就在基地的后面，就是利用我们这些农业机械，就是给他们做了一个标准的足球场。我们中国专家和当地员工一起给他们就援建了一个足球场，就是我们取名叫友谊足球场。加入了一些中国元素，就让我们项目和当地这种就是村民也有一个互动，也去进行一个民心相通的一个工程吧，是这样的。